Hello， 大家好 ，Ray Wan Des。好，这一次的 Buster Mode 已经开上来了吧？打猎式的关卡，那么这一次我们就来打一下啦。任务方面的话是 Bozaru Power， 然后再加上龟仙流啦。然后任意用一个类别过6000分就够了啦，因为任务只要打一次。那么剩下的就是6000分啦。这一次我们就来稍微挑战一下吧。那也不算挑战了，就拿来过一下任务。九颗龙石，这一次我先选的是这个 Ozaru Power 这一个类别啦，然后速鼠提鼠 ，Costo 的话是500以下，然后再来的话这些点选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啦哈。减伤这边的话是紫鼠罢了啦，紫鼠罢了。然后敌人的攻击130跟防御200上升，这个是一定要点的，500分比较多。然后敌人的减伤我点了一个 10%， 110分。然后攻击那些全部可能压到越低越好，防御也是压到越低一点，越低越好，因为打得比较快一些。这边的话是血量点的比较高，然后伤害减轻，这个是10万点以下的伤害打不出伤害样子。最后就是道具跟 supporter memory， 总数6000分啦。然后这一个队伍来说的话，就是由我们的这一位狗其他带队了，超市双人。而如果是有抽到这一个的话，然后因为他是有 Ozaru Power 的这个队长，用这张现阶突破超市北极大带队也是 OK。不过我自己这边就组了这个样子的队伍了。最后的这一张是选了这个小悟饭，那主要就是只要88在，他就有58%的减伤，这一点我觉得很棒。然后这张也是可以吃得到队长技，然后又可以辅助纯粹赛亚人全员。44%的防御加成算是还可以了，然后这边他的东西我完全没去点，只是97%罢了。OK 啦，队伍就是这个样子，然后好友这边也要改一下，就这样子啦，我们直接出发 ，Let's go。不懂会难打没有？有点担心。这边的话我会选择多加一点气啦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这个样子，这个样子，因为气力加多对大家都好，反正这个是属于挑战关卡嘛。前期的难度应该没有这么大啦，是中后期可能会比较难受一点。 OK， 所以然后我们按照属性来敲好了，这个样子，隶属这个样子，最后的话，就从后面打起吧。对，应该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啦。然后我们的果子，你给我封掉我的，我被你 kick 谁呀？我要叠攻防的啊，大佬！烦死了！早知道就让悟空去一号位了。还不连起 team， 那算了，至少这个是财经大佬。其实我有在想啊，要不然就这个回合敌人这么多的情况下，打慢一点点，就让我们的超市庄人多叠一点攻防。喂，不要连击啦，海龙，扫下老青，扫下老青。是这样念吗？我只知道我的发音很奇怪，就是这个样子的。OK， 最后的小悟饭，它是没什么太大的用处啦，主要就是可以扛得到伤害就很不错了。嗨，连击必杀 ，Oh my god， 连击必杀，还打不死 team。OK 啦，也是好啦，慢慢打慢慢打，这边多叠一点多叠一点，叠多一点，多多益善，谢谢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嗨，828万，这个火力可以哦，希望就叠到后期的时候可以更加的猛。咚，所以
OK， 然后这一回合是紫薯，对，敌方是紫薯的，我们也算是相对的安全。这边小悟空不用开招没关系，这边的话其实我不考虑打得太快了，这样子。最后其实有没有开招好像也不影响，可是被打会蛮痛的喂。So this name 这个样子吧，打慢一点，然后让我们的超市防人可以多叠一点点，这样子。前面两个关卡对于这个队伍来说啦，算是相信还 OK， 只要等下超市双人叠得够多，后面打起来就会轻松一些些了，所以这边就尽量多叠叠吧，叠叠乐，但是就不给力，扫，然后打猎时，请你不要太过分。哦，你竟然给我二连击，那五点你都可以点出来，买吗？哇！打猎师，你也太会选了吧！哇，好痛啊！三颗四颗，这边好了，可以回点血。超市悟空这边应该不需要让他开到招，还是开到了，干！我主要是希望可以这一轮不打死，延到下一轮，我的自己的超市双人没开路那一张可以触手多一次。不过看起来是没什么机会了。超市悟空如果刚才没给他开到招的话，那还有可能有一丁点的机会，不过也要看这一张超市双人好友的歹楼不给面子，歹楼不给面子，那就没法躲啦。哇，这边哦，这个样子哦，这样搞，这样搞，很危险呢。そうですね。ちょっと待って、26万，是还需要再叠多一点点呢？这样子是实在有点不够。可是不变的话，好像等一下会被打残，算了，变了。这个样子。反正只是火力的差别，最后这个样子。哇，那个北极大，如果必杀在你那一边的话，30%中确率的反击，你绝对是要触发，要不然真的是会死人的哦。杀国际大 ，EK Big Bomb 卡没哈没哈 ，Action Break， 然后最好这个 Action Break 了哈，是 Break 掉他的必杀，要不然真的是金价通扣就是了。轮金就这卡咪哈咪哈，OK， 只有两下哦，这个有一点的呆疯哦。老师说这个关卡到底要打多久啊？这边是不是最后一关，还是后面还有？讲真，我以前打这个超级战完全没去看这些，完全没在注意。OK， 好，所以二连击这样子的话，防御力提升100%。有到三十多万，至少扛普攻扛得住。哇，刚才那一下不会真的是直接把 cut 给 cut 掉吧？OK， 47万跟20万，照这样子来看的话，其实我是还可以继续的叠下去，还可以继续的叠下去这边，反正这一轮大概率是打不死了啦，所以就这么个顺法吧。743万，打起来，哇，这种刺激的感觉好久没有。好了，秀，可以，不愧是歹喽。哦，这一次这边悟空有40%的。辅助44%，要求刚刚看的，我现在忘了。嗨，有吗？哟塞，赛破大姐，
圣斗士，可是没有彗星，打不出伤害。OK OK， 碎碎碎，哦哦哦，三回合过后，オレの勝ちだな。いいえ、オメの勝ちじゃねえよ。八颗珠。哦哦 ，OK， 原来是这样子，我们继续打下去就可以了。なるほど，原来是这个样子。这个关卡，我真的不记得它到底是 What the hell？ 你真的？哇，你赢了咯，达列斯！你给我补血，你刚才补一下，直接补到满。我前面打两回合，打出来的血量就这样给你打没有了。Holy shit！ 好，780万好痛苦啊！OK， 小悟饭这边58%减伤，虽然说没有吃到队长技，但是应该够啦。哦，还行。至少死不去嘛 ，OK OK， 是很痛了，真的是很痛就是了。さて、さて，哇，最高だぜ、ゴジータ。いくぜ。应该是可以期待好友的火力爆发啦。で、いきます。882万，小可惜的就是上一轮把悟空给掉掉，现在火力有一点不太足够，连接上面啊不够给力，少掉了传说之力这一条。不过就ゴジータ久违的再一次发挥我们的 Super Saiyan 4ゴジータ文人術カメハメハ。哦，気持ちいい、もう一発、ナイス。我太喜欢他的那个瞪眼了，好帅！好来哟 ，OK， 所以啦 ，KO， 完璧，我还把那个连接给连上来。OK， 那么这个样子来看的话，就是把6000分给完成打完全达成了啦，还不错吧？还行啊，这个队伍是有一点点的小危险性在，可是只要好好的调试好就 OK 了，要不然的话就组其他的属性也是 OK。OK， 打的算是还蛮久一下，然后最高 score 啊，这边大家可以看一下啦， 6000 分，然后 Order Power。速速跟 T 速 ，Cost 是500以下，然后敌人强化这一边就。前面这一些全部点到完，然后紫薯是我们没用到的也敢点上来，再来就是敌人加攻加防减伤加攻加防，血量，然后这个敌人10万以下的攻击不受伤害，然后最后两个就是 supporter member 力跟 supporter item 不能带，这样就刚刚好6000分通关啦。OK， 那么这一次的 Bust Mode 就全任务达成这个样子。然后队伍的话，就刚才有来看到了，再看一次这样子。其中这一张是没有吃到队长技的，然后这一张的话算是免费卡来的，剩下的都是要抽出来了，比较麻烦一点。大家有什么卡就用什么，要不然用龟仙流可能也算是一个不错的类别，因为大部分都是用悟空，将来应该也是可以，可能会更好过，可能会更好过也说不定。不过这个就之后我再来试试看啦。退出去看一下哈，任务应该是全解了啦，就除了那一个龟仙流之外，对，这样子有任务全解啦，8颗龙石啦，要把这个解掉才有9颗龙石。OK， 那么这一次的影片也就到此结束啦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じゃあまたね，拜拜。